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前两天就是修的这个荣升的冰箱嘛，不是？这台冰箱检查出来是内高低压都漏了，这个。然后给客户沟通，客户说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。他说晚一会儿找个收废品的过来，把这个冰箱拉走当废品卖了。看到这个了吧，我已经把这个打开了，开背了，看一下这个管，这个管都是铁管，现在这边都锈成这个样子了，锈了以后都锈透了，佛都跑没了，挺严重的锈的。稍等一下，我们就把这个压力表拆了，然后把这个壳给它扣上，等会儿收废品来了以后让他拉走，让他卖废品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